Bye.
是为
些东西了，我只是在听你的声音而已，非常有感觉的一把声音，唯一的是有点生硬，所以每个字跟每个字连在一起，它那个感觉它不会很流畅，它是连这个技巧接这个技巧接这个技巧，但是它中间的那个转换我觉得还可以再顺一点，还可以再自然一点。谢谢老师。还有就是歌词记忆的有多流畅度还是不够，可能你可以再加强，下一次会更完美。谢谢老师。进仓有带动力，有感染力，但你没有穿透力。有鼓的声音啊，那对，那要哪里强呢？那就很容易听。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完全是多少倍？100、200、300倍吗？送你四个字了，脱胎换骨。是。好。今天值得高分，我觉得。是。真的。老师，你看讲到眼睛都红了。Thank you.
纳达的镇香之宝弗拉门科是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到水步到脚步的倒下，到水
在里面，在
他就是有稍微盘了一下那个低音语气去压他，那我觉得他也应该知道在哪一个时候他的情绪还没有太稳定，所以他就轻描淡写带过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比较专业的说是说，你不紧张，反而让气息自然的落下，那低音就会自然的比较厚实一点点。永清，只是那一个前面的望，其他我都已经被你带进你的意境里面了。每一首歌曲都很扣人心弦，都被你感动到。尤其是难了那个难，你坚强的把它甩掉，坚强就甩掉，哇，心里真的好听。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你全词都有，可是你在台上如果还可以再进步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脸部表情啊，那个肢体啊，还没有把你的信心拿出来。刚才方老师讲好那个粉碎这样飘下的话，我的粉碎不是那种这样粉碎，我这样就粉碎了啊。就是我们说有些歌唱需要配合你的肢体还有肺部表情，那他就可以去说服你的观众，其实我是要这样做的。你可以这样去唱的时候，那需要大胆的表现出来，那观众就会吸收到的，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加油，好吧？那加油。来，永清大哥，老师你好。虽然说我们那时抢不到那个这首蓝与黑哦，可是我跟你说了一句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的，永清大哥，每次练习唱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今天我也是到最后的时候，虽然那个眼泪没有掉下来，可是它已经在我的眼里打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做的是非常好，进步的很多，加油。谢谢老师教导。问你老师要加分吗？哇，他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刚才永清大哥唱歌的时候，我说如果今天他能够唱到我流眼泪，我应该加这三分给他。老师加是不加？加给你。谢谢老师。好，所以呢，我们的优良队决定把这个加分全加到这首歌上面。好，我们现在最纠结的就归还给我们的三位评判老师了哈。袁茂武，恭喜金川大哥。也是特别编号五，恭喜金晨大哥，也就代表杰出非凡队在这个 PK 环节还是胜出了。吴老师，同时有金大哥特别编号六，六位学员使出浑身解数，献上首首经典歌曲，究竟谁的歌曲更打动人心？好，又到了令人紧张的时刻了。到底哪一队能够率先夺得四颗荣誉之星呢？那马上来公布第二回合团战的第二场比赛的成绩。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个队伍当中到底各自是哪一个学员得分最高，请看大屏幕。来，玩转悠扬队的最高分是李永进83.5分，这是即将的3分之后的分数啊。杰出非凡队最高分是霍建发82.0。换句话说，如果永金大哥没有被加这三分的加分权的话呢，最高分还是霍建发咯。好，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本场两队的得分。哇，有人用了加分权，有没有翻转的机会呢？来，请看，我们看到杰出非凡队的总分240.7，玩转悠扬队总分高兴得太早啊！上一场的分数还要加进来，所以两场加起来的总分到底是不是玩转悠扬队还是胜利的呢？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大屏幕，请看，这回合杰出非凡队481.3分，获得4颗荣誉之星。夏日之
小雨。有关于新加坡人遭遇台湾地震的相关报道。
另外呢，关注以巴的局势，以色列承认军方犯下了严重错误，导致七名世界中央厨房员工在空袭中死亡。是的，那么这一事件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总统拜登也措辞强烈，指责以色列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障在卡萨地带援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并要求以色列迅速彻查问责。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在社交媒体公开七名员工的照片和信息，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有数千人在天文下留言致哀。一军参谋长表示，由于夜间作战情况复杂，士兵误以为车上载着哈马斯武装分子，才会发动袭击，造成这场悲剧。This incident was a grave mistake. Israel is at war with Hamas, not with the people of Gaza. We are sorry for the unintentional harm to the members of WCK.事件引发各方谴责，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对援助人员遭袭表示愤怒。We expect a broader investigation to be conducted and to be done so in a swift and comprehensive manner. We hope that those findings will be made public and that there is appropriate accountability held.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形容，以军对援助车队的攻击是毁灭性的，至今已有近200名援助人员在中途丧命。This is unconscionable.But 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way the war is being conducted. 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政府，数千名示威者连续几天示威，聚集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理官邸外抗议。警方出动水枪驱散人群，有五名抗议人士被指扰乱秩序遭逮捕。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国也面临更多的网络攻击风险。可造成个人资料外泄，甚至是威胁国家安全。为加以应对，政府将扩大网络安全法令的覆盖范围，并将更多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企业和机构纳入监管。来看记者陈玉儿的报道。现有的网络安全法令只涵盖对医疗、银行、媒体等十一项必要服务领域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监管。在新法案下，拥有敏感资料，关系到国家安全、国防、外交等方面，容易遭到网络攻击的机构也会被纳入当局的监管范围，这包括本地的六所自主大学。而面临更高风险的数据中心和大规模云服务供应商，如谷歌云、新电信等，也将被列为数码基础设施。遇上网安事件，这些机构就必须向当局通报。我国的网络安全立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为重要的系统和基础设施提供更强的网络安全。这项修正法案将允许网络安全局更好地保护在新加坡以外或采用云服务提供必要服务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此外，我国将举行如世界经济论坛或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重要国际活动，活动中使用的系统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因此也会受管辖。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的报道。为保障国人免受私会党和大耳窿等犯罪团伙的威胁，国会三度通过刑事法临时条款修正法案，把法令再延长五年，授权内政部长可未经审讯下就下令拘留或是监管可能危害社会安全的嫌犯。俗称第55条的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自1955年开始实施，开始时主要用在对付猖獗的私会党活动，避免受害人和目击者担心人身安全而不敢出庭指证有私会党背景的嫌犯，授权当局可未经审讯就拘留特定嫌犯。内政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在国会提出修正案二读，寻求将这项今年10月到期的法令再延长5年时指出，这项法令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过去4年多就有123人在法令下遭扣留和监管，除了自卫党成员，法令如今也用来对付非法帮带等犯罪活动。Singapore, we are still active civil societies, although not in the numbers and skill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a menace to law and order,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They recruit young Singaporeans and engage in illicit activities and violent conduct. That is why we must continue to clamp down on them. 寻求第15次延长法令的费绍尔强调，部长会谨慎执行法
联的议员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相关信息，说服他们支持延长这项法令。有议员询问法令所发挥的效用，也有议员提出能否通过其他法律条文来对付相关罪案。
新闻。交通领域关键企业法案今天在国会提出一读，政府将要求提供必要海陆空交通服务的企业，在买卖所有权和委任新领导人时，必须通知并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利益和交通领域的韧性。法令今年下半年生效。记者李华报道。海陆空交通领域是我国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关闭疫情更凸显了我国空运和海运枢纽的重要性，确保物资流通以及我国对外保持联系。在交通领域关键企业法案下，提供必要海陆空服务的大型交通公司，例如巴士、地铁列车、货船或航空公司，将被列为指定运营企业。政府会通过三方面加强对这些指定交通公司的管控。第一，有意买卖股权的公司必须通报有关当局并获得批准，以保障公司不会受到不良影响。第二，为确保公司管理层的任命合适恰当，在委任新总裁或董事会主席时，公司也必须获得当局批准。第三，如果公司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提供必要交通服务时，必须通报有关当局。若有必要，政府可以发出特别行政令，确保服务照常运行。巴西班药批发中心已经逐步推行访客登记系统，新加坡食品局下来将检讨系统的运作来进行调整，以尽可能的降低对各利益相方官方的造成的不便。巴西班药批发中心是我国食品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而为了加强批发中心的安全，并以利日后爆发紧急事件或疫情的追踪工作，食品局在批发中心分阶段推行访客登记系统。针对有议员询问当局将如何改善新措施所可能造成的交通拥堵情况，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贵医生指出，措施推行的初期阶段只要求商家和租户登记，以便让他们有足够时间适应新的系统。We want to set out the human traffic first, and then we will implement the vehicle part when we are quite certain that the tenants have already tried to engage most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takeholders, so that they won't come there and be surprised by it. And the final phase will then involve the rest of the public. 徐宝坤也指出，使用者在登记资料后一年内无需再登记，只要在闸门扫描身份证或电子政府密码就能进入批发中心。当局将对访客登记系统的运作进行检讨并做出调整，以便在保障公众安全以及不影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国会今天通过了合作社修正法案，合作社将能动用储备金来发股息给会员或支付酬金给合作社的管委会成员。以往合作社呢，即使整体的财务状况良好，也只能用上一年的盈余分红。Outgoing initiatives to build. 修正法案生效后，合作社需要获得社团注册官的批准，才能动用储备金来发股息给会员或支付酬金给合作社的管委会成员，以确保合作社谨慎使用储备金。有议员针对是否有足够措施确保合作社运作提出疑问。By allowing the use of reserves to pay out dividends, may put credit co-ops at risk of reducing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potentially.CR impairment, given the increasing volatility of our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I would like to confirm if there are other advisory and fiduciary safeguards in place. 任何股息的分配或从储备金支付的酬金必须得到合作社成员在年度大会上的批准。社团注册局局长将如何确保成员在这些会议期间能充分了解具体情况？And upon receiving the registrar's approval, the co-op must seek members' approval with a specific resolution at their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GM. This will ensure adequate disclosure on the proposed use of the reserves. Members will also be able to refer to the co-op's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which will also be a table for members' approval. 如果是在进法案下，合作社修改章程的程序进一步简化。The proposed reduction in signatories for bylaw amendment applications from 3 to 1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While streamlining processes is valuable, will this weaken th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legislation
Commission will continue to require amendments to bylaws to first be approved by members at a general meeting or a referendum. In the case of a general meeting, the resolution to make amendments must be passed by at least 3/4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nd voting. 同时采取措施保障会员以及合作社的利益。 在2019年到2023年间，每年平均收到约85万份来函， 当中申诉案件每年平均有超过17万份， 而在申诉个案当中有40%同违例停车有关， 其他则涉及租屋申购及购屋贷款和津贴等。 提供治疗。